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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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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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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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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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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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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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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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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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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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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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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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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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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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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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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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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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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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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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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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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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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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是在《庄严经》说呢，众生苦恼，我苦恼；众生安乐，我安乐。轮回诸趣诸众生，速生我刹受安乐。你看佛心多么的慈悲。阿弥陀佛告诉我们说啊，说张居士啊，你苦恼我就苦恼啊，你安乐呢我就安乐。我们苦恼什么？哎呀，我怎么能往生？我不能往生怎么办？当我们为此事苦恼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也正在为此事为你苦恼，说哎呀，你往生我都为你想好了嘛，你不能往生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不能往生你还是不能往生，你不能往生你靠我就有办法。所以当我们心中在苦恼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也在为我们想办法，他想好了办法。所以你这么苦恼，众生苦恼，我苦恼。哎呀，我听说阿弥陀佛救助，哎呀，这下可好了，我真的念佛可以往生了。再讲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讲个故事，讲一个阿弥陀佛饶了我的故事。你们听说没有？有一个很虔诚的老莲友，老居士，非常虔诚，非常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呢，他不知道怎么去往生。听人家讲啊，要往生极乐世界啊，要诵经啊，要读诵大乘。他要读诵大乘啊，可怜了这个老太婆啊。当初的时候呢，文化教育不发达，他也不识字。但是为了达到往生，他就专门买一个字典，请他的女儿一个字一个字的查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教。教他读这一部经，他女儿就感到奇怪了，说：“妈妈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不识字，你还想考佛教大学啊？啊，你怎么一个字一个字教啊？”他说：“这个你不懂，我不跟你讲。”他心里边啊，我要往生，听说要读这部经才能往生，说一个字一个字学。学完之后呢，有人跟他讲说：“这个不行啊，少善根不行啊，光诵经不行啊，这个咒要会啊，咒要不会也完了。”他说咒怎么办，这个咒查也不知道意思，因为我这么大年纪背了也困难了。
他说人家念大悲咒呢，我就眉头咒，我也念咒，什么咒？弥头咒。着急啊，人家念这个咒那个咒，我就眉头咒，哎，怎么办？但是也只好硬着头皮来学，好不容易学会了一个小咒，然后呢又告诉他应该这样那样。哎呀，他整天忙的是忙得不得了，内心啊非常的惶恐，怎么办怎么办，他在苦恼，他在苦恼，他在苦恼，弥陀又在苦恼，他在说怎么办怎么办。弥陀呢在心中跟他扣他的心门，说我来办我来办。但是他那个时候没听到啊，是阿弥陀佛说的，你往说我来办，若不生则我不成佛吗？我来办我来办，还没听到。那天呢去了，听到我一讲，哎呀高兴了，哎呀呀，他说听到之后啊，赶紧站起来向西方磕了三个头，阿弥陀佛，你可饶了我了，你可饶了我了。他什么意思呢？你看我现在不要背，不要查字典背这经了，我也不要弥陀咒了，我也不要这样那样了，我本来老太婆这么累，我也不识字，哎呀你可饶了我了，这也不用了，我就念这句佛号，这下可好了，我这下完全放松了。我叫阿弥陀佛从来就没捆着你，什么叫饶着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啊，自己把自己吓破了胆，阿弥陀佛没有什么饶了我们不饶了我们。哎，大家不要误解了弥陀的誓愿，我觉得这个例子啊很有说服力。他这句话虽然说得很土，但说得很实在。那么他的意思什么呢？阿弥陀佛你解放了我了，哎，你让我彻底安心，能够专修念佛往生净土了，我不至于呢再这样这个弄得非常的劳顿啊、疲累，然后呢还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所以阿弥陀佛就呼唤我们说，轮回诸趣众生类，这个就指我们在座每一位，我们是轮回六道，诸趣就是六趣了，六道众生啊。呼唤我们说什么呢？说轮回六道的众生啊，你要速生我刹受安乐，你要快速的，你快点来，快点往生到我的净土，而呢享受法喜法乐，你不要在娑婆世界轮回，被这个烦恼贼打得鼻青脸肿。所以在观经里边，佛怜悯我们说，我为此啊，佛灭度之后，这个五浊众生被烦恼贼所害者，为他说清净业，让他念弥陀名号往生净土。在佛看我们来讲啊，佛把我们呢都当他的亲生儿子，我们被烦恼呢，佛对这个烦恼称为烦恼贼，这个贼呢来破坏我们的幸福，那么佛就要保护我们，说哎呀我儿啊，你被烦恼贼弄得这么苦恼，我来救你，你要快快回到我的极乐本乡，所以速生我刹受安乐。然后又说呢，常运慈心八有情，度尽阿鼻苦众生。常运就是这个恒常不间断的运转他的大慈悲心，救拔有情的众生。那么连这个阿鼻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尽，要度尽阿鼻苦众生。阿鼻众生呢有两类，一个是已经造作了阿鼻地狱业而堕落阿鼻地狱的众生，这个叫阿鼻众生。第二种呢，虽然没有堕落，但是已经造下了，比如说忤逆谤法了，杀父杀母了，已经造下了阿鼻地狱的业力，这个恶业还没有堕落下去的众生，也算阿鼻众生。那么这样的众生可以讲是罪业最深重的，苦报最深重的，阿弥陀佛都不救，都不嫌弃，都有愿心，都有誓愿力，要度尽阿鼻苦众生。那么何况我们还不是阿鼻苦众生，我们还不是阿鼻地狱这么罪恶，我们还是三善道的，对不对？那能救得了阿鼻苦众生，救不了我们吗？能不能救得了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